诸位同学，请看第二幅文经悟儒，当机护业，第四句啊，我们还从第四句看起。得正光行人，明普如一切刹土，无边光明清净界。这是说的精进波罗蜜，在前面我们也说过一些啊，这个精进的重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事出事法，真正成就，特别是殊胜的成就啊，无疑不是从精进得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千万不能够忽视啊。佛法自始至终讲智慧，不但佛法如此，世法也不例外呀。儒家教学非常重视悟性啊，观察这个学生有没有悟性。由此可知，事出世间法没有不重视智慧的，不重视觉悟的。因此我们的修学啊，不能不知道用理智做基础，不是感情用事啊。啊，虽然是一门深入，但是净宗里面讲的正住双修啊，这个话学净土宗的人都清楚啊，都明了啊，都听得耳熟啊。在大乘法里面，37住道品，那是住修啊。啊，我们今天学习净宗，净宗的典籍在所有宗派里头，它是最少的。啊，原本呢只有三经一论呐，啊，这个三经都不是很长的，都不是大部的。啊，《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啊，《无量寿佛经》。就是三种啊，一论呢，往生论的啊，在中国沉船到清朝咸丰年间啊，慈禧太后大家知道，慈禧太后是咸丰的妃子。咸丰年间有一位佛门的大德魏默生居士，
他把普贤菩萨行愿品附在三经后面一起流通啊，那么经宗就变成四经一论了啊。诸位如果看到有这么一个本子净土四经啊，我见过木刻版本啊，净土四经魏默生居士把行愿品附在后面啊，这变成四经一论啊，一直到民国初年印光老法师他老人家把这个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一部分的经文不长，只有244个字，比般若心经还少。我们知道般若心经260个字啊，244个字附在四经的后面，这就变成净土五经我们现在学习的本子啊。你总要晓得四经五经怎么来的但是这些祖师大德们的作为是非常有道理，值得了当时后人赞叹了。早在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就说过，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为什么呢？华严大家知道在佛法里面地位是最尊最贵最高的称之为根本法轮啊，一切经呢皆是华严眷属，你就晓得华严地位多高啊。华严经末后的成就靠什么呢？靠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再仔细看末后入法界这一品经这一品经很难得，梵文的原本完完整整的传到中国贞元年间把它翻译出来四十华严在这一品大经里面我们仔细去研究观察，确确实实普贤菩萨念佛求生净土，文殊菩萨也是念佛求生净土，文殊最得意的弟子善财，善财当然是念佛求生净土嘛经文是不是这样的呢？果然没错善财头一个参访的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修的念佛法门他修的那个方法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般舟三昧耶专念阿弥陀佛，
不睡，不坐，啊，不可以坐下来，不可以躺着睡，只可以站，只可以走动。啊，波竹三昧，一期90天。你们想想，这是不是一项专念呢？啊，这从无量寿经上来的，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吉祥云比丘表演给善财童子看呐，啊，教导善财童子。啊，善财童子明白了，学会了。53餐当中，还有51餐，那是什么呢？那是日常生活、工作、应酬，从早到晚，你接触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就是53餐去掉头围当中的51餐呐。你什么都可以看呢？什么都可以听呢，什么都可以接触啊，不离念佛，高明到极处啊！啊，你看看，吉祥云教善财童子念佛，他讲了21门，啊，21种念佛，这21种啊，把佛法里所有一切法门通通都包括了，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啊。念的是什么佛呢？自信佛啊。阿弥陀佛就是自信佛的佛号，与一切法门都不违背呀！啊，《华严经》上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呐！啊，最后一餐，这很重要。普贤菩萨10大愿望道归极乐，所以我们从整个40卷经。来看，恍然大悟啊！啊，彭济清居士给我们这个启示啊，仔细看是没错啊。所以他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华严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啊，华严最后的归属归无量寿啊，归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净土啊。所以彭居士的告诉我们的，华严、无量寿、阿弥陀经这3种是一部经，只是广略不同。啊，华严经讲得多，讲得详细，广说。阿弥陀经略说，啊，有广略不同，这个里头义理浅深广大没有两样。话说得好啊，一点都不错啊。啊，那我们明白了。我们专修
无尽一论，如果你的根性很利，你能够受持这六种，好。如果不是上根立志，这六种东西受持有困难呢，不要紧，六种东西选一种就行。你喜欢哪一种，你选一种就能成就。莲池大师选阿弥陀经，做了一部疏钞，博大精深呐。那个疏钞，诸位仔细一看，真的小华严呐。确确实实是华严经解。欧耶大师一生真正得力之处啊，也是这一部阿弥陀经。他做了要解。民国年间，印光大师对要解的赞叹说，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要解，也不能超过其上。那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在来的，大势至菩萨对这个注解这样赞叹，那么做注解的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一定会联想到啊，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了，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否则的话做不出来呀。这些祖师大德为什么不提倡无量寿经？那就是梅光系居士啊，在这个下劳会集本前面序文里面讲的很清楚很透彻了。无量寿经的版本太多，原译本在中国从汉朝到宋朝八百年间，无量寿经出现十二种不同的译本，所以古德讲啊，翻译最多，来到中国最早啊。安世高曾经翻译过无量寿经，但是这个本子失传了。在古代藏经目录里头有，这十二种本子啊，到现在只有五种了，有七种失传了。那么这五种版本里面的出入很大，不好读啊。不要说在古代，我学佛那个时候，50年前，我在台湾学佛那个时候，佛经买不到啊，数量很少很少。我学佛在台湾好像只有三家书店呢，有佛经卖，数量种类很少。在台北，朱金洲老居士有一个台湾译经处，
啊，在台中有个瑞城书局，台南有个庆芳书局，啊，台湾就这三家了印佛经的，啊，他印佛经是附带的，不是专门印佛经的，啊，所以我们要想看佛经呢，只有到寺庙借大藏经啊来手抄啊。我还抄过好几部啊，不像现在印刷术进步了，照相也印啊，成本降低了，真的印得又好又便宜啊，所以现在经书流通量很大了，这是现代人的福报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很苦很苦啊，啊，找到一部佛经啊，如获至宝啊，会尊重啊。那现在人印得太多，印得这么好，哎，没有人尊重了。那这现在人真的是有福不会享啊。啊，在那个年代，什么人敢想拥有一部大藏经啊？没有人敢做这个梦啊！啊，那现在大藏经太多太多太普遍了啊，普通人家里面都可以收藏一部大藏经。啊，那今天我们讲的精进啊，所以我们才选择无量寿经下老的汇集本啊。这个选择当然一方面是这个本子确实令人生欢喜心啊，啊，但是真正的原因是老师的传承啊，这个有使命啊，不能够不认真努力啊，来学习这部经，弘扬这部经。但是这是正修啊，啊，正住双修。那个住道品是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是个原则，37诸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神道，明无，大家都能够记得了，怎么样真正把它落实来帮助我们一门深入呢？37道品啊，圆满的包含一切经。诸位要是看看天台大师，注释了你就明白了。啊，你看这个四念处，天台大师讲四念处，
他用四教来讲，藏通别圆。啊，藏教的四念处，通教的四念处，别教、圆教的四念处，这个名称相同啊，境界不一样啊。啊，我们这才了解。三十七道品含一切法，我们学佛实实在在讲已经太晚了，真正学习的年龄过了，年轻的时候懵懂无知，啊，又没有善知识，认真来督导，啊，就没人管了，自己随着兴趣学那么一点皮毛常识啊，真正什么叫佛法呢？不知道啊。经典意思太深太广，就是连注解都不容易看懂啊。啊，那么我是幸亏遇到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啊，这真正是一代的大善知识，啊，得他们的教导指引，少走不少冤枉路啊！啊，所以这些年来，净宗学会成立，我们选择了几种书，啊，作为什么呢？助修啊，助道品啊。正足双修啊，啊，以正修为主，以助道品来帮助正修。啊，助道品里面，我们第一步选择的是《了凡四训》。这个小册子，印光大师一生竭力地提倡，啊，什么原因呢？现在人不读古书了，啊，用一般世间人的说法，过文程度啊，大幅度地下降啊。前贤的文言文都没有能力去读诵，文字上发生了障碍。了凡先生是明朝人，他的家庭私训呢还是用文言文写的，但是他里面写的东西呢很多是些故事，内容啊是讲因果报应的，啊。印光大师知道，现在人不读古书，不懂得因果的道理，不知道因果事实的真相，特别提倡这门功课。啊，诸位要晓得。佛法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啊。华严经五洲因果啊，《
法华经一成因果啊，离开了因果就没有佛法了。佛拿什么来教化众生？所以无论修学哪个法门，真正成就的人，他的基础是什么？身心因果，言持戒律啊，这八个字是佛法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无论修学哪个宗派啊，这是根本的根本啊。因此我们得做到啊，要着眼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用了凡四训从这个地方奠定了身心因果。那如何延迟戒律呢？戒律一般人听到都很害怕了。印光大师有智慧，有善巧方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非常高明的手段。他不用佛家的东西，他用道教的感应篇的。用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前面一半文昌帝君应之文啊，他用这个东西来教人身心因果啊。所以这个三部书他老人家一生竭力提倡，到处劝人啊。这三部书所说的就是身心因果，延迟戒律，佛法根扎下去了。那我这么多年来是遵守印光大师的指导，这些书我都讲过啊，都讲过好几遍了。学佛之后，佛也要从小乘再进入大乘啊。戒经里面佛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不能劣等啊！我学佛，李老师教导我启蒙的经典是《小乘经》，阿难问是佛吉凶经啊。我跟他老人家学了十几部小乘经啊，十几部啊旁听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开个经学班，我们有二十多个学生，每一个人学一部经啊。学习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啊，但是你自己所学的是你主修的，别人所学的他们在那里讲解可以听啊。我自己主修的阿难问是佛吉凶经啊，
十善业道经了。十善业道通大小乘，这些都是助道品。老师还鼓励我们要重视儒家的教学，所以我选择了四书，四书分量不大，如果没有能力学习，你学习一种学论语，如果有能力呢最好，大学中庸要学大学中庸论语在四书里面说差不多是在分量上讲呢是一半孟子分量大独占一半这个书如果好好的念，确实可以成为修学大乘的一个基础因为它能够代替小乘，比小乘啊境界还要高啊，心量还要大了所以中国过去无论是在家出家这些学佛有成就的都是儒家道家的底子好奠定的基础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选择这些呢做助道品这两年我们到澳洲来有了这么一个学院，大家在一起学习深深感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家里面老人没教导我们长大在学校念书老师也没有教导我们不懂得做人这个事情不是小事从前李老师常讲人都不会做你怎么能做佛呢做佛是从做人做起来的那做人最根本的教学儒家的弟子规弟子规是揭露儒家古圣先贤对于儿童的教导他那个书也是个汇集本文字不多这个小册子在我们佛法教理行古上来说呢它是属于行经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
无差不入，无法不照，无见不净啊。这几句话要用在《弟子规》上啊，很恰当啊。啊，《弟子规》上面讲什么？就是讲那些规矩。啊，无差不这个不如，用我们今天来说。一切众生聚会的场所，你懂得礼节，你会做人，你到达这个团体都会受人欢迎的。啊，无法不照，你有智慧呀，你有能力呀，啊，样样明了，样样清楚，不迷惑颠倒啊，啊，无见不净啊，这一句就深了，啊，见是什么呢？你的思想见解啊，净是不被染污啊，啊，内不会被烦恼习气染污，外不会被境缘染污。这不是初学的，初学学规矩是将来入这个境界的根由啊！啊，这些善知识应化在世间，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他为什么能够不染？啊，用现在的话说，为什么他不会受外面的这个风气影响？啊，不会被诱惑？什么原因？小时候培养的根基培得厚啊，他所学的都是好的，都是善的，善良的啊。纵然遇到的一切不善，他的善有根啊，不会动摇啊，啊，不会被诱惑啊，这个根从小培养成的，才有这个力量啊。那我们想想看，现在社会的诱惑，名闻利养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几个人在这个大环境里头能够不动心呢？能够真正经得起考验，不会被诱惑呢？太少了啊，不是没有，确实是太少了。啊，我所遇到的最明显的，李炳南老居士不受诱惑。
啊，我以前在家啊，抗战期间读书，在贵州国立第三中学，我们的校长周邦道先生一生不受诱惑，五欲六尘不动心呐、啊。他不会起心动念啊，什么原因？根厚啊，现在人难了，太难太难了啊，哪一个能够经得起诱惑啊？经得起诱惑，这才能有成就。经不起诱惑，没有不被淘汰的。我们能知道吗？啊，所以菩萨在此地修行呢，你看看第一句得清净智啊，真正能够彻底放下，身心清净啊。第二句得力垢，延迟戒律，远离一切恶业啊。第三句成就忍辱啊，啊，到第四句这讲精进啊，增广贤人。注解里头说得好啊，啊，增广众心，啊，这个增广应当是大众的众，众多的众，啊，但是用这个种呢，也有经本上用这个字。不能算是错字，但是没有众多的意思好啊，增广众心呢，这个是就地的意思来解释的，一诸道品烧无尽惑成无边光啊，那个烧是比喻啊。那么这个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做道品的功力啊，它能够把无量无边的烦恼消除啊。佛在经典上常常讲啊，这个烦恼啊就好比是柴火啊，许许多多堆在那边的，智慧像是火，一把火啊，燃着之后啊，就把烦恼心统统烧光了。这个比喻也很有味道啊！你在那里攒集了，哎呀，一大堆的烦恼啊！啊，怎么办呢？
一把火把它烧掉了。啊，智慧是火啊！啊，那么把烦恼转变成光明。啊，那些柴火烧灼了，不就变发光了吗？都变成光明了吗？这也是佛法里面常讲的，转烦恼为菩提啊，有这个意思。啊，说明这个做道品呢，我们不能够疏忽。一切众生修行正果啊，正道当然非常重要，那是你的目标，是你的方向啊。你有目标有方向，你怎么样能够到达这个诸道品产生作用就大了。啊，那么在整个大乘教学里面，华严经常常讲啊，主办圆融啊，啊，那哪一个是主呢？佛法没有定法。啊，佛法是平等法，任何一法都可以做主，任何一法也可以做伴，啊，伴就是助道，啊，可以做主修，也可以做助修，啊，我们以《无量寿经》为主。华严经是伴呐，法华经是伴呐，所有一切经都是助道，帮助无量寿经。啊，如果是以华严经为主呢，那所有一切经都是伴，都是助修。啊，你懂得这个意思。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做主，门门也是助修，这是佛法教学开明之处啊，真正了不起啊！啊，所以佛法是平等法啊，像我们。这个开会一样啊，参加开会这些人啊，人人都可以做主席啊，人人呢也是听众啊，所以他不是独一，不是专主，他是任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主，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作为主修的啊，助修可以选择，主修定在这一门上啊，不能时时改变了啊。助修的经典不必花很多的功夫在上面了，主修的这部经典全心全力啊，要用在这个法门上才能成就啊啊，精进要靠好的帮助啊，确确实实看我们学无量寿经，现在我们在这里讲华严，华严帮助无量寿啊，
我们在华严经真正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啊！啊，把我们的境界啊，在无量寿经里面的境界大幅度的提升，啊，真的是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好，现在时间到了。